就够追的啦，十分钟的记忆，那也能定位五个小时哦。基本男孩，你要会记得伊啵，伊就是敢那有十分钟的记忆，啊，这个记忆呢一下都无记啊，所以就要赶紧的呢，将今仔日做的代志用笔记本一直写起来，即个知影讲，哦，我今仔日做了什么代志，我叫什么名，我到多少位，啊，我要吃什么套路。但是伊最近呢，因为不套路的关系，我们超级夜总会呢非常贴心，让他呢今天有打工的机会。开心吗？Happy 哦，南公公，你讲英语的哇？洪志立住哪里？住哪里？我住在大湖，是北埔的大湖。北埔的大湖，北埔的大湖哦。你会采茶吗？什么都要学，太好了，好可爱哦。对呀，对对对，我有个朋友在那边种茶，有空去茶园，你就说我会当品茶师，就喝茶就跟他拿钱哈。你们这个囡仔其实真正足够水的，但是伊要讲的话吼，一直后台一直背，一直背，伊也是袂记哩。伊干那十分钟的记忆尔，但今仔日伊拄则讲的，讲伊感谢咱，其实实际上是咱爱感谢伊。伊身上你看得到，什么叫做坚强？尤其是伊袂记哩的时阵，迄个惊吓，咱干那用想的就惊。可是他呢，非常的勇敢。人生的路，如果有人不平不坦。不那么平坦，你觉得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那是一个历练。那你看到了洪志的故事，你会觉得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，他给我们励志。所以，咱今天一定爱唱这首歌，要送给洪志诶。这首歌就是代表阮这部嘛是给洪志感谢，因为伊这年啊快乐，这年啊天真，让阮感受着讲哦，其实咱两个个性本身拢是真善良的。咱来做个更加好的节目来给大家。所以亚文老师甲阮交代讲，今仔日是咱唱歌送予洪志。阿你哦，咱就来唱《感恩的心》，感恩洪志。送给你好不好？送给你哦。你要仔细听哦。我也可以一起唱。好，一起唱，一起唱哦。太好了。哇，老天爷，现在雨很小了呢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来自偶然，像一颗尘土，要谁看出我的脆弱？来自何方？我情归何处？谁在下一刻呼唤我？天地虽宽，这条路却难走。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，我还有多少爱，我还有多少泪，要苍天知道，我不认输。感恩心，感谢有你伴我一生，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。感恩的心，感谢命运，花开花落我依然会珍惜。谢谢洪志。而且那个一切的这个超级夜总会工作人员的制服，所以今天给你打工费一定要合理。哎呦，哇！太棒了！动作都像。可以，可以啊。洪志的妈妈今天有来哈。妈妈，你都会。洪志妈妈，妈妈，请你上来好吗？请你上来。妈妈上来，上来。这个妈妈嘛非常勇敢。要小心走。嘿，妈是咱的缅甸华侨。来，妈妈来，妈妈来。足坚强的，吼。妈妈来，妈妈来。
妈妈不是咱台湾人哦，是这个囡仔不是伊亲生的哦，吼，啊，伊都话都安尼甲请用，不管讲这囡仔发生什么代志，伊赶快甲请用甲接嘛，赶快不离不弃哦。妈妈最近房子上面款的需求，还是最近生活上面款的啊，无拄好诶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不是听讲伊的头脑无啥拄好。他没有投入。他没有投入，伊无头脑。嗯，你之前有工作吗？我以前在坚实时尚堂屋上班，然后我回来了，高中毕业，我发生车祸，我就去喜憨儿基金会。对，他去那里学手艺，然后手艺品可以卖出去，他就可以有一点收入。他什么有都有做，他什么做过人保啊。都人老的东西哦，是，所以他现在没有收入，没有。那、啊、你希望他有工作可以收入吗？要啊。好，哪里有工作也是有红字者。嗯，你讲你住伫北部的大湖，大湖北部大湖那边有一个叫做绿世界哦，绿世界啊，对，不错。一个游乐区是什么？绿世界是游乐区吗？有。游乐区了，绿世界是一个游乐区。对啊，那你这部播出哦，那这部特好啦吼。嗯嗯。那个绿世界头给你哪看到吼？拜托，这里囡仔你个应该要吃头路，无伊完全无收入。是。也才创什么员呢？你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做清洁打扫，然后帮人家洗碗，然后或捡垃圾。嗯。他刚刚真的很认真哦，在后台啊，他就急急忙忙跑过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他要塑胶袋，他问他要塑胶袋做什么，因为他要出来捡垃圾。真的，嗯，就领金呢，就有心的啦。对，姚文老师，绿世界头家给你呼吁一下。神恩呐吼，啊，今天你若看到这部，或者是你无看到，但是有人给你报告到吼，这都是一个神恩看的线。啊，会当讲吼，吼红字呢，食一份啊头路，这份的头路呢，无一定爱偌济薪水，但是上起码，互因呢，自立自强。因呢，进前的节目当中都讲啊，伊无爱人的观看，哦，无爱人的观看。啊，除非讲恁家有啥物物件吼，生活用品用不完的，啊，你要关乎伊，他可以接受，但是他想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。所以，底下呢，不管是比律师界或者是其他的老板，你有听到这样的讯息？阿兰都吼洪志呢，吃一点头路嘞。他说他什么都可以做，也能做清洁工哦。哈，谢谢大家给机会，感谢，谢谢谢。洪志很可爱哈，今天一来一直叫我的名字，我叫做蹦恰恰。哇，记起来了。啊，我嘞，我叫什么名字？蹦恰恰。这个该不会也是蹦恰恰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曹雅文。我是谁？你记得吗？我是谁？曹雅文，金曲歌后曹雅文，没办，不要紧。碰狗在西里，嘿嘿，啊，我是蹦恰恰嘛，碰狗跟蹦恰恰无共人，对不对？你是许孝顺，记起来了，很好。然后他是苗可丽，最漂亮的苗可丽，最漂亮，我听到吗？太可爱了。其实弟弟就是安尼尔，但是伊敢那伫后边吼，一直捡粪扫，敢那一直念我的名，安尼一直念袂认得。我听你吼，迄个心就足酸的，你知道？啊，但是嘛，应该看到伊这边吼，提醒咱家己啦，咱是多尼啊幸福。咱的健康也好，咱即马所有一切会当直接听歌，都是咱的神人无憾啊，有够幸福的。是啦，谢谢你呢，你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善缘哦。谢谢，不要哭哈，不要哭哦。好，坚强，我们为洪志加油。对，加油。好。